波斯人啊，波斯人，感谢你的抖内，谢谢。一样打，一样打那个前置，好不好？把前置练到那个熟到不行。多纳特，多纳特，看莫鬼就是顺啊，你来不来？改天开个教学好不好？开个教学，莫鬼的教学好不好？反正你们都有买 Steam 嘛。警察很累啊，一般的是想。我有个同学，女生，考上了，考两年考上女警，当了两年之后不干了，你知道他多累啊？考了两年考上了，然后这个当了两年不干，女生哦，女生哦，男生就算了嘛，男生累嘛，女生勤务相对会比较少，还是不干了。但是警察啦，就是薪水稳定嘛，五六万欸，不止五六万欸，不止五六万吧，对不对？哥哥哥，哎哎哎，哥哥哥哥哥，不要哥不要，谢谢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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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来转行做哪、啊？他这个啊，他在这个当警察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警察男朋友，所以他现在给他男朋友养，准备考这个考公职，准备考公务员呢、啊，懂吗？懂吗？他在这个台北市的派出所。六村才找到羊，亏啊！没有找到羊就很亏，没有找到羊就是。我想说这个，我去如果去这个台东县关山镇当警察，会不会比较爽一点？反正领的钱差不多，干。哎、欸，看到没有？十听二十一加沙羊，十听二十一加沙羊，厉害哈，厉害哈。还少还少什么？还少羊来、欸，还少羊。能考上那就考啊，一生多赚啊！拜托，一生多赚啊！这场是我十六加保卫战，十六加保卫战。莫鬼就是爽，莫鬼就是爽。怎么打前置啊？怎么打前置？波斯打马爆，不好意思，本人不打马，本人打马十场输八场，请见谅。当医生多爽啊！拜托。
四八是很爽。插在这里好不好？插在这里好不好？然后哪里有这个石头啊？准备转这个转塔吧，准备转塔吧，准备转那个这个什么，准备转那个 BA， 转 BA， 没有也没有也还没有。嗯，他在干嘛？发呆哦，他在发呆哦。这样不行啊，他在发呆欸。哦，真的16加欸。他后面还有这个，他后面还有黄金，后面还有黄金。没有这么好插，没这么好插。对，我也很想插他。这边插进去他就挂了，是不是？这边插进去他就挂。插这里还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呢？如果插在这里的话，高赢吧，高赢，真的是这种。Steam 比较没有这个假分数，不过我觉得我的 Steam 只到这边了，没办法秒杀16加的。
什么时候来挖这个？什么时候来挖？他这边挖石头。啊，我觉得世界帝国好难哦！我觉得世界帝国真的好难哎，不觉得世界帝国真的很难吗？不觉得世界帝国真的很难吗？他跟我对塔。我觉得世界帝国很难，真心不骗。我们连续两场都是这个打塔防的朋友。他是应该挂，是玩的不好就是了。塔不低调吗？我没有低是不是？算了算了，我刚刚打马对不对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林北这是要打这个，林北这是要打工。没有顿顿的，很顺啊，只是。我好弱、啊，觉得啦，我很弱，是今天状况不好吗？每天状况都不好。毕竟这个控马不是本人擅长的。高手到底怎么练的？我觉得是天分呢、欸。有些人就练不起来、欸，这是天分呢、欸。我就觉得我没有天分呢、欸。玩了这么久，还是觉得白痴白痴的，智障智障的。在干什么？不很吵。你要上树，我都败给你了。那个塔真的很烦，那个塔。我觉得 Steam 跟那个 Mobile 不一样， Steam 跟 Mobile 不一样，在 Mobile 你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，对不对？你
就觉得应变啊，怎么这么差？应变啊，转马工，我是波斯哎、欸，你当我是波斯猫哎、欸，你当我是匈奴？干，我要真的要赢你了，好不好？十六加的，我真的要赢你啊！那赢你啊！神女应该不用，对方还没城堡。转马好。哦呦，他城堡。转骆驼，转骆驼。他要不要盖城堡？他要盖城堡，速克的回对。哎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神女他妈的，头车白痴哦、喔！你看啊、喔，我是点这里。哎。头上的白，这个头上都是白痴，是不是？他盖城堡啊，盖城堡！他妈的，这是什么白痴冲撞车啊？他没黄金啊，他能干嘛？他没黄金能干嘛？这还是有 bug 的、欸，还是有 bug 的、欸，还是有 bug 的、欸。就觉得很烦、啊。会跑哈，会跑哈。干，两只马换了头车，美猴哎、欸。我居然金角围不住战象，战象是个垃圾。这不可能赢了吧？哎妈的，还需要这个挣扎吗？还需要挣扎吗？应该要上帝王啊！应该不会用到游侠，应该是打弩兵吧。这个射不到是不是？神女啊！GG 啊！我也想插城堡，所以我在挖石头。